这是熟悉的街道，起个一大早，明天早上要去一个特别地方，希望可以顺利，要去参观皇居，然后他一天现场预约只接受70个人，70，要超多这种可以放脚踏车收费。早安，出发皇居，看零零后，我遇到他我也中级了，各种代沟哎，你跟他讲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对，然后什么都没吃过，什么地方都没去过，这是他第一次出国，第一次搭飞机。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，对，都那么冷。接近皇居真的特别点夜啊！小小的冷知识，天皇是没有户籍也没有护照的，出国都是特别办理。好酷啊！当天的话是要到桔梗门。哦，桔梗门，所以不是这里。我们这个是大守门，对，所以我们要走到桔梗门。哦，好，那走吧。桔梗门，那我摸过两包卷。我就不会，我就会来参观这个人，其实不多哎。这好好拍照的感觉哦，好日哦，去去快去，好好观光客哦，可以哎，太观光客了。到此一游，是发票发完了，一直都没有人。怎么可能8点才发完？我不相信。其实绕一圈也蛮漂亮的。好日哦，会让我们败兴而归吗？职员8:30左右会出来，然后礼拜六的话，他说一瞬间就会发完当天70张，所以我们现在算是第一组嘛，是在这边。哦，那我在这边等就好。哦，开工后的第一个周末的第一组，他礼拜有休馆哎，所以他是新春后的第二天。我脾气现在也没有哎。哦，毕竟是天皇住的地方，不需要投币机。你讲那也是有点道理，天皇不需要是也没错啊，应该是可以拍摄的吧？我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拍照就好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走出来就弹幕，谢谢。不行的话就谢谢。太不尊重天皇了吧？你有去过总统府吗？我没去过。对啊，总统是我偷出来的、欸。我上来包了。对啊，对。我们原本是在这里拍吗？只要有两个人开始排队的话，大家就跟着拍。他说我 number one。多香，真的，台湾 number one， 真的。来的时候记得带你的身份证明，外国人就带护照，然后居留证、驾照什么那类的东西。都可以。不行啊，搞不好这边不能选。这边不能选，没有。他会写说不能送到这里，你在医院叫 Uber， 他会指定一定要到某些地方。他叫你去护城河哎。对啊，他会强制叫你去那一边。你怎么想象一个人背着那么大的箱子来皇居，超危险的话？他先被制服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机会冲过去先把他制服。日本其实有一些，他治安是很好，但是他有一些很偏激的。我们经过那个通写通缉犯写说什么极左翼，什么爆裂物什么，有一个啊，我们是那天经过。对啊，什么极左派什么什么运动者，台湾人说。不太爱来这里。Outlet 腰脏店 ，Outlet 腰脏店。哇 ，Big Camera Outlet， 他们不会看哇，古城呢？走去便利商店20分钟。天王不需要便利商店，天王是神明呢。神明不用。有人会进贡啊？那你在拜三生四果的时候？三生四果是谁？三生四果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拜托，他以为是日本人是不是？对啊，够强哎，你真的很屌哎。太饿了。皇居很严谨呢，感觉明治神宫附近超多餐饮店呢，而且还会用这个当卖点，都是什么神宫前叉叉叉，就用这个当店名。庙口的概念。对啊，我们这边都没有这种什么皇居叉叉。不能蹭皇居。对啊，不能蹭皇居。不行啊，他补糖啊，你不能昏倒哎，你是台湾 number one 哎，你会不会一打开，然后你一放进嘴巴的时候，他忙冲过来拉走？天皇还在不能蹭，然后他走了就可以蹭，因为明治神宫是明治天皇。他从35号开始发，不能落单，中途退场直接把他抓走。你只有一种退场法，接受审判或者是你跟着完全程。对啦，观众就喜欢你这样。那我们要去哪里写这个？便利商店。对啊，这张收好哎。对啊，这张飘走都进不去了。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拿到号码券了，离入场集合还有40分钟的时间。对，来皇居的话，如果你们是早场，可以来对面捷运站下面有便利商店。它是饭店的，是饭店的。饭店的正在萃取中，迫不及待。你不要那么挤啊，是不是很渴？对，你买咖啡的时候，他会给你杯子，他怎么会知道你买什么呢？他是用杯子去感应你，然后他就会开始泡咖啡，好方便哦。你进去的时候要填一张这个，会写你的护照资料、基本资料。哎，你个的，哎，好担心哦，GoPro到底有没有坏掉呢？那是啊，要走路。
用走路吗？用手机录。用手录。婆婆好像火起来了，真的是，她说低温呢，现在是温度太低耶。太古就过热啊，这一年也是蛮辛苦她的。对啊，非常辛苦你了，请好好撑下去。这个叫富士见炉，炉是一个防御的公式，就是可以观察。然后为什么叫富士见？就是以前盖在这边，这个方向过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富士山，但是现在已经被大楼遮住了。然后这是一六几年重建的，那你们现在转头的话刚好就可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哇、这个角度好漂亮哦。后面是那个现代，前面是。对啊，对啊，对比好强烈哦。没有。好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小壮，拜拜。不能错对，来就好，来。拜拜。太过分了。谁竟然在那边拍自己的？然后很多宫中仪式都在这栋的三楼。然后是服务皇室的公职人员办公的地方，它连屋顶都好朴实哦，好不皇室哦，哦，凸显很亲民的感觉，这样哦，尊卑要表现得清楚一点，所以中建筑真的是有点平平无奇啊，精心修剪，真的树都好远哦。对，日本国民来参观的话，就是参观他们的纳税钱，对，参观他们纳税钱，没错。哇、哦，这好漂亮哦。这个很长的楼呢，就是宫殿，然后我们先介绍一下眼前这个塔，它的名字叫松之塔。然后当时建造这座塔的时候，是由日本国民捐款所建成的。宫殿它晚上有活动的话呢，这个塔它会点灯，点灯以后特别漂亮，只有白天能参观，所以我也没有见到过它点灯的样子。哦，所以只有参加那个会。对，被邀请的话就可以为你点灯。哦，为你点灯。前面对这个浪漫，哇、哦，好长哦，好大洞，160公尺。到时候再跟他挥手。挥六十。啊，跟谁？他会在这个门去迎接他们，接见哦，外国元首的地方。所以英文来过吗？英文应该没有来过。英文没有来过。奥巴马可能来过。它是仿照着两个乌龟做成的。哦，真的好圆哦。乌龟的形状。哦，那是人造的哦。然后很多人呢以为是有两座小山。它里面其实是空的，就是好几个树拼在一起，把树也剪成了人。是树哎、欸，树，太厉害了！为了意欲长寿，哦，讲到这个，你知道高雄的寿山为什么叫寿山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天皇来，然后刚好他生日，所以他住在那边祝寿。对，台湾的总当时的总督为了给他祝寿，就把那个地方叫寿山。所以以前的西子湾不是叫西子湾，叫那个寿海水浴场。他有抗海水浴场吗？哎、欸，幽默哦，小心被抓走。对不起，这皇宫好朴实哦。被绳子系起来的地方，因为之前是有人把手机掉下来捡不上来了、哦、所以说那个绳子系起来的地方就不要爬上去。乐乐摇杯感觉也会掉，确实下去手机下去很困扰。当时的技术是没法建这么高的桥，然后人们是在水面附近建了一座很矮的桥，然后在上面搭设结构，又在这个高度建了一座桥、哦、因为这种两层的结构，所以这个桥它的名字就叫二重桥，就是那边有个车站在二重桥前，从那边过来的人呢会以为有两座桥，所以叫二重桥。然后我们眼前的这个桥呢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它跟水面形成了一个眼镜，水面的倒影形成一个眼镜的形状，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眼镜桥。对啊，就这样。对，举高就可以了。好大只！这位同事来东京才知道乌鸦是这样叫。对啊，因为卡通都没有看过吗？我以为那是假的啊。哦，这个也是乌鸦，也是一个炉，炉是建塔的意思。皇居老人家可以来，因为其实没有走得很累，他其实很轻松，他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陡坡。是整体的东京不适合老人家。整体不行，真的不行，整体不行。但我妈来应该会生气。没有，就开车去往神奈川方向走，往富士山方向走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们在聊会冷吗？啊，穿的挺多的。看起来很单薄啊。他说不定三件八乐衣耶。三件八。为什么这边石头那么整齐啊？啊，这个石头呢，它是1920几年关东大震灾的时候震坏了，然后重新建的。哦，所以重新建的比较整齐。对，这个白线就是最前面的位置。摇滚区。天皇会在这边舞台是？天皇会在这个里头。玻璃里面。玻璃里头就是这个中间的位置。所以大家就在那边挥手。给大家挥手。你可以把天皇披上去吗？好，我把天皇披上去，让你们跟他挥手。可以披吗？大概会像这样。对对对，演唱会吗？演唱会，天皇会唱歌吗？某一代的天皇特别活泼，这样。陈建宏如果是天皇，
不不又蹦蹦呀，他没有头发可以甩。所以现在不是牙齿飞，是牙齿黄透。对对对，其实当黄师好辛苦。对啊，之前有节目好像在讨论这件事情，就压力很大。我们刚刚有发现可以通俗。对啊，隐藏在都市里面的一个。对对对，跟后面的楼形成了一个对比。对啊，强烈的对。这层看起来好假哦。这很像。对啊，很 P 上去。好像回缩模型、啊。P 上去。雨水共生，雨水共生，雨水共生什么东西？啊、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懂。已经放弃导览了，大家。控制不了我们了。已经放弃理解黄居了，是吗？很失控。可以看到刚刚说的瑞鸟的另外一只，不过也不知道哪一只是哪一只。它应该是母的吧 ？Why？ 因为它尾巴上面有个洞。它随便讲，你随便听。他相信了。好像有点道理，怎么没有先保持怀疑的态度呢？这个人不会筛选资讯，什么都相信。零零后的一个特征，接受很快，然后全盘吸收。对对对，有没有一些荒唐的事情都是在现在又开始重新发酵？什么地平说啊？这里好适合街拍哦。然后这时候就要开始带货了，放你吃。这旁边没有人的话，就很像剧哎，日剧之类的。是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，还有十一月底十二月初，它会对外开放。三月的时候呢是看樱花，十一月的时候是看枫叶。赏樱赏枫，现在开放是，对，开放来赏樱，就不用领那个啊，对，就可以直接自由进，可以挑，可以过来。又有个冷知识了，听说赏樱的由来就是为了把那个合体踏实，踏实，嗯，哦，把它压得够扎实，够扎实，所以他们很多赏樱的地方都在河边。他说是樱花来的时候，刚好是接下来就汛期，就春天融雪完之后。嗯，就会接汛期，鼓励大家去赏樱什么的。然后还有一说是从黄氏开始，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小知识，不会每个黄氏成员会有自己喜欢的花，然后那个大昌桃园会帮他们做他们喜欢的花的餐盘餐具。然后鸭子飞好像是玫瑰是吗？还是桔梗？然后天皇是樱花什么的。大家看一下屋顶上可以看到有鱼尾巴一样的东西，动物呢，它的就是头长的是一个老虎的头，然后它的名字就是日语是叫小七后沟。它的汉字呢是左边一个鱼，右边一个老虎的虎。它是避火的，很凶的鱼的概念吗？就火不会来，不敢来。结合老虎跟鱼，其实这样感觉绕黄居是不是其实也蛮小一圈的？对啊，它只有绕一小部分，很小的一部分。它只开放。其实就让你看一些这些历史的痕迹。机密的地方不可能让你去参观到，他们住的地方你不会进，让你进去打扰他。因为其实是现在住在这里，可是他们那个宫殿什么都好朴素，我朴素到我觉得好惊讶。搞不好里面很奢华。里面吗？里面很深。还有按摩浴缸。啊，结束了。啊啊，深蹲之力啊！对啊，我真的是拿出生命在拍耶。哦，所以等一下收号码牌就直接给门口。阿里嘎多。好啦，这样就要参观完毕了。就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地方哎。对，不会很累。有点意思，可以多了解一下。这感觉应该很多日本人也不晓得。皇居内的不晓得，没有进去实际看过，其实不太会知道。对，然后有小细节的。对啊，京都应该就很热，很热门，比较hot。什么御所、二条城，很多。我们那张导览上面写的，哦，他说原本是京都明治天皇移来这里，然后后来明治维新之后，大政奉还还，明治天皇就搬来这边。时间讲的都刚刚好，很准，很准时啊，抓得很准。所以你拍行程，你可以相信他导览时间是正时。对，他在控场。走太快，慢一点，这边来，大家可以拍久一点哦。我造梦哦。拍完就好了。我们要唱吗？不用啊。